天赐符，辅以三清四正，法通灵，武器朝元道斩击，水火相交回圣界，修身炼性上天庭，仙道会生，无量渡人。 这盏灯，果能让圣上增寿延年吗？圣上七魄，权杖自吸星宝灯所致。若是七日内主灯不灭，可增寿一季。圣上的病情在冬日最是凶险，若是能熬过这凛冬，可增寿，福泽不尽啊！国师法力通天，实乃大功啊！哎，谬赞了。 这刑法部镇之功，那急得上大冢宰内外斡旋，维护大周国泰民安呢。要我说，您才是功高无极呀！我等做臣子的，理应为圣上效犬马之劳。你我二人通力合作，大周定会国祚绵长。请。
包新鲜啊！好嘞，就这点。好嘞。哎呀，我那闺女啊，别说熬鱼汤了，煮个粥都不会。李华呀，我要有柳大人一半的福气就好了。今日是我爹生辰，要不然我才懒得下手。救命啊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我的羊。小姑娘，问闲事。你们粟特人来我们长安城逞凶，是仗着人多吗？对呀，不是仗人多吗？对呀，各位，不是我们逞凶啊，是这厮在东方撞坏了我的宝贝。你刚才都冤枉那么多把了，还在乎这个？什么叫这个？这是波斯国萨桑王朝一四一二世用过的皇家宝刀，价值连城。我可是花光了身家血本才进的货。是吗？能让我看看吗？你小心点。你懂刀吗？看看不就懂了吗？的刀价值两匹绢，也就是四贯钱，一贯钱三把的假货。奶奶的，你这小丫头，先生气！我要努力了。下来。又五位马七，柳统领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爹。请小姐节哀，事关重大，我必须要将他先带回五位府收殓，待查明真相之后通知小姐，再将大统领入土为安。不行，我要带他走，放开！放开！下官也是奉命行事，请小姐不要为难我们。你要怎样才能与你同去？除非有圣谕。这。
何事？何事？我爹横死，玄氏城门，五位府的人又把尸体带走了。这我没办法，你走吧。总算凭着我爹与你的，这是酒友。 我是酒，他海量，仅此而已。你不帮我，那我去找锦林市。锦林市？日前九渊村遭屠，锦林市殉职20余人。你说什么？今日锦林市统领玄石城门，两岸必有联系。 我叫萧葛，是柳长风大统领麾下的锦陵市，没有恶意的。萧葛，啊，我爹倒是跟我提过，你此来何事？柳叔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听说他的事了，所以上门来看看。锦陵市解散后。 留在长安城的所剩无几，柳叔又被人悬尸，这件事对我们锦陵市来说是灭顶之灾。你是前府组的？嗯。
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不是你们的统领令牌？是啊。他是不是可以调动锦陵市？这……快说，能不能？能。带我去见他们。啊？走啊！锦陵市本是皇帝的亲信密室，也曾遍布皇城各处，如今却全都销声匿迹了。老曹，哎，吃饭了。哎、呀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柳长风大统领的女儿柳丽华。哦，幸会幸会。老曹，粮铺老板，小鱼，解放伙计，他们两个都是前副组的。全长安城就两个人啊？怎么可能？三个，还有我呢。嬉皮笑脸的。你们锦陵市一个个都游手好闲，嗜赌成性吗？兔崽子！我就是又赌了啊！好了好了，输了你多少次？行了，就是不听。不说这些了，你们两位帮我找个人。哎，柳长风亲戚。长风亲戚，心不同兮没劳，君既忍相负，此生此世此间为别。哎，阿离什么意思啊？阿离，我知道，这不是咱们锦陵市里面最厉害的那个仵作吗？我爹和我说过，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可每当我问起我娘名字的时候，她都郁郁不答。我怀疑这个叫阿离的人就是我娘。或许他能够帮到我们。你要找娘？就你话多。不过这天涯海角的，要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啊。嗯，或许他住得不远，就在长安城郊呢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的眼睛能看到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但好像也不太灵验。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难道说……哎呀，难道什么？赶紧找人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记得给我留饭啊！哎，哎呀，走了走了！这什么？你赶紧的嘛你！不要理他们，他们就这样。那我们现在……跟我去个地方。吃口饭再走吧。简直就是修罗场。这些尸体内脏大都消失了，身上都有抓痕，死相很是奇怪。站住！什么人？锦陵市查案。锦陵市不都死绝了吗？小心！又是你？怎么，来这个村子也要圣域吗？
那倒不必。不过我奉劝你，此地邪祟兴事，最好别逗留。至于查案，由我们五位府。去。老板，谁弄错的？奇怪，这附近为什么有锦陵氏的尸体？多半是被五位府的人给带走了。应该是唯一的幸存者。什么报应？一少子。你是说笼子里的人吗？他是鬼生的。这家伙，这一把火，有什么线索也都烧没了。你看他们，像是来查案的。不像，更像是毁尸灭迹。什么狗屁五位府，有猫腻。威风马七，有事禀报。大什么宰了的人？是我爹的香囊。难道说大统领是被什么人出来？
客，有刺客！生子，莫非就是你吗？独孤天下，得独孤者得天下。但是有些人不配得天下。你是什么人？有何目的？为何夜闯大庄宰府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药味这么重，八成是这儿的吧？应该是。哎，走去问问。大叔，跟您打听一下，阿离姑姑可是住在此地啊？拜见前辈，在下曹春，隶属锦林市潜伏组。哎，那个阿离姑姑，我们此番奉命前来拜会，其实是想告诉你，大统领他，前辈，多有得罪。你们回去告诉那老小子，无论他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我都不会再去帮他。十几年前，话便已然说尽了。前辈，大统领他身故了。算醒了，我怎么了？昨天我摆脱他们之后回去找你，你在林子里晕倒了。昨天？是啊。交差交差，人找着了。哎，给我也倒一杯。哎，别急呀。哎呦，我的腿！哎呦，他人呢？他人是找着了，但是他不想出自己的院子。这怕不是把你们给打发了吧？他说了，想让他帮忙的话，就把案子带过去。那他这是要验尸啊？你先陪我去一趟碎国公府。丽华，你怎么来了？此番前来是想提醒国公爷，千万要提防宇文护。此话怎讲？宇文护和国公爷共同辅佐圣上，如今圣上病危，正是宇文护清除异己的好机会。这些年我夫妻二人如履薄冰，从未行差踏错，他们对国公爷动手，于名于利俱损而已。但
若是因为独孤天下这四个字呢？丽华，你这些污蔑大冢宰的话都是从哪里听来的？大冢宰亲手筹建的黄梦洲，雕梁画栋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来人，在回去禀告夫人，今夜我要与大冢宰把酒言欢，不必等了。是，随国公请。请。我爹他曾经……夫人。老爷的随从回来了，老爷人呢？夫人，国公爷让小的给您带句话，说今夜他与大冢宰在黄木招吃酒，让夫人不必等了。安南侧，大国师的延寿阵如若真能有效，那自然好；如若有何差池，这太子可否担此大任，不禁让我忧虑。大冢宰日理万机，忧国忧民，乃我大周之福。太子能有大人辅佐，将来定成大业。我的辅佐，太子虽身居东宫，从不过问朝堂之事，但在我看来，太子头角峥嵘，实属韬光养晦呀。大冢宰慧眼识才，凡事都看得透彻，在下望尘莫及呀。九原村一案，国公爷可曾有所耳闻呢？听说死伤惨烈，五味府已然开始调查此案。就连济宁市统领柳长风都宣师城门，可见此凶手很不一般呐。不知谁人能有如此能耐？不管是谁，只要对我大周不利的，我定让他死无全尸。国公夫人，李湘最好不要进去。不是我做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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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做的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我做的，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
接着说。我进来时看到凶器就在那个郭公爷手里。大胆！哎呦，您借我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呢。那秦氏和歌妓都看见了，他们就在门外呢。罗先生、陈青儿，你们倒是说句话呀！宇文大人精通音律，受在下今晚这首箜篌曲子弹偏了音，一怒之下就把我们赶出去了。夫人，国公爷必能成员召许，但在此之前还需带回圣裁。马七告辞。等等，为何掩盖九渊村仪啊？没掩盖。笼子里有人，里面关的是谁？不知道。你查案放的是谁命？不能说。三个问题一个都不回答，这么不配合。不，他全都说了。夫人，日后若有需要，还想向夫人借府兵一用。好，此案你放手去查。多谢夫人。告辞。走。真相。丽华，宇文护。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这里是？在里面。好。你们本事不小啊，竟能把人从五味府带出来。前辈，我爹遭奸人所害，烦请您。你别进来。会验尸，
我原本也是锦陵市的仵作，后来这边潜伏组人手不够，所以才调过去。皆是因为多半内脏丢失，失血过多而死。只是什么？他们的伤口并不像人力所为，更像是被什么猛兽一击掏空。不过宇文护是死在黄梦昭的，怎么会有野兽呢？死不能复生啊！眼下这婆娘的日子呀，也不比你好过。要不再试试他？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哎，阿离前辈，晚辈萧葛真心求教，还请前辈纳入门墙。这是我秘制的丁香液，有定神敛气、驱除邪祟的功效。走吧，先出去。前辈，有什么线索吗？
上回来的那个皮小子一见面就叫上姑姑了，该叫的却不叫。姑姑，这些年，老刘果然都是在听宇文护发号施令。行动组居然会听命于宇文护？这是？哦，这是在你爹肚子里发现的。二者的死法极为相似，你爹和宇文护皆是因为血亏而死。不过从现场的挣扎痕迹来看，他们两个失去内脏以后，居然都还清醒过一段时间，这实在是有违常理啊！而且。伤口却并非匕首所伤，更像是被某种巨兽一记掏空。会不会是大蛇？我见过几次，是在你的异瞳幻境中吗？眼见都未必为实，更何况是幻境。这世上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蛇？你们可听过前朝的青云台一役吗？我爹提过，藤族以换脸秘术替换前朝国师和一众要员，险些灭了国。藤族身居边塞，在域外供养灵蛇。当年的大祸中，就有一条双头巨蛇，还有改面和祭体。一旦成功，文竹若至，可祭松柏之躯。啊，那岂不就是长生不死啊？此术异常凶险，因有七鬼蛮神之业，受祭者极难匹配。多需寻纯阴命格之人，施术百日之内不得见阳光，否则刻不欺主，魂飞魄散。若是这样，谜题便解开了。看不出来啊，一个琴师的武功竟然如此了得。二位此来所为何事？黄梦昭已然关张了，你就别惺惺作态了。你就是杀害宇文大人和柳统领的凶手，屠九渊村、灭尽林氏都是你，你就承认了吧。无凭无据，二位这是要血口喷人吗？九渊村铁笼中关着的是一生子，他便是你的目标吧？什么报应？一生子。一生子？基因命格，乃藤族祭体秘术上选。祭体？鄙人活得好好的，要祭体作何？当然。因为你现在的肉身就是那个异生子的。哦，虽然你戴着这么宽的手镯，但依然遮挡不住被镣铐锁过的伤痕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的脚腕上也有。精彩绝伦。锦林氏得知了你的计划，前去九渊村阻止。你杀了他们。你原本的目标是要杀宇文护，但没想到我爹突然出现，你便索性将其一并杀害。
为什么要杀宇文护呢？因为宇文护逼死了独孤信，而你要替独孤信复仇。我说的没错吧，罗先生？还是说，我应该要叫你叶千瑶？叶千瑶，好久没听过这个名字了。当年你与独孤信两情相悦，怎料遇上了藤族之乱，你为了救他而牺牲，所有人都以为你死在了青云台上，没想到你以藤族秘术祭体成功。可惜啊，你还是要眼睁睁地看着心爱之人卷入党派之争，被人逼死。所以这些年你蛰伏不出，怕就是为了找到一个更适合祭体的完美肉身，然后为心爱之人报仇吧。你有何证据？我爹遇害当晚见到你时曾说。你是什么人？有何目的？什么？不可能！所以你们是旧相识。当你说出你名字的时候，我爹不可置信的样子，就是见到死而复生之人应有的反应。你当晚在场？我有一个小禀赋，可以捕获过往发生之事的零星线索。虽然每每支离破碎，难见全局，但也足够我想明白很多事情了。这禀赋真叫人羡慕啊。这么说，你当晚并没有看到我？这依旧是你的推测，算不得证据。凤首箜篌的琴儿，我爹死前吞下的东西，这是你在与我爹相斗的时候丢的吧？所以之后演奏的时候，转调自然出了偏差。宇文大人精通音律，说在下今晚这首箜篌曲子弹偏了音。这个是从你爹肚子里发现的。原来宇文护的那个动作是弹琴。不错，虽然他们都死了，但是他们却一起指证了真凶。心细嘴快，是个锦鳞似的好苗子，可惜活不长。
你跑不了了，可有遗言？我有一事不明，若不相告，死不瞑目。独孤天下，得独孤者得天下。但是有些人不配得独孤，更不配得天下。独孤天下和宇文护有何相关？独孤伽罗有个姐姐叫独孤般若，在她出阁之前却与宇文护有过一段孽缘，最终落得生死书城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不配得独孤的原本指的就是宇文护。除此之外，堪称完美的退隐。你的行凶计划也堪称完美。唯一的错就是不该杀我爹。只可惜你们不是我的对手，而且你们没有带够人。对付魑魅魍魉又何须人力？尸数百日内不得见阳光，否则刻骨凄楚，魂飞魄散。时辰刚刚好。你这他妈是进来费尽心思拖延，你没想到会栽在一个小姑娘身边。秘术是解了，人应该没事。你们二人竟敢私闯五味府，阻挠办案，盗尸伤人，现将你们拿下。我们都交代了，怎么还不放我们出去啊？喂，跟你们说话呢。哎，你来早了，我还以为你会沉得住气些。太子殿下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五位府素未攻进，巡查京城本应向天子负责，可如今皇上缠绵病榻，无暇旁顾。那么试问，敢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国公夫人面前押走随国公，又不是皇上的旨意，除了一国储君之外还有谁？那个马七，我原本以为是宇文护的人，不曾想竟是你的人。如今宇文护死了，你便没了顾虑。可怕，但也可爱。那你也一定知道，把你关起来是我的意思了。但我不知道你为何。国师说，父皇的增寿阵法，受柳长风和宇文护两岸的煞气冲撞，因此须臾今夜亥时二度开坛布阵，届时不但本宫会到场祈愿，还会在祭坛上将你爹和宇文护的尸体焚化，
只有这样，才能反哺七星宝灯的阳火。你敢！你瞧，我就怕你冲动坏事吧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一下了。道士伤人是我一人所为，你至少把他放了。本宫成全，放男的。三清四正，法通灵，武器朝元，道转经，水火相交回圣界，修身炼性上天庭，仙道贵生，无量度人。龙天赐福，吾以三清四正，法通灵，武器朝元，道转经，水火相交回圣界，修身炼性上天庭，仙道贵生，无量度人。Hit!
受了破绽。其实真正让我重新思虑整个案情的是罗先生的身世，已经确认生辰八字都对上了。当年独孤信外逃，他的第一任发妻罗氏未免拖累他儿自己，却留下了一个异生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有人真正见过这个异生子的样子。其实罗先生并不姓罗，而姓独孤。他便是被北齐幽禁20多年的独孤信长子，独孤罗。你深爱独孤信，无论如何不会谋害他的子嗣。独孤罗被释放后，流落江湖，一心想回长安，却又怕落入宇文护手中，所以只好暂居城郊九原村。你此前所去九原村，是为了先宇文护一步，将独孤罗保护起来。不料在此期间，竟碰到了迟来一步的锦陵使。为了不让人知道独孤罗的下落，你竟灭尽锦陵使。有趣。而你此次前来，是为了破坏延寿阵法，从而达到杀死大周皇帝，并控制大周太子的目的。届时，你便可继替太子，将帝位禅让给独孤罗。这就是你深爱独孤信的方式，用尽一生去替他实现独孤天下这四个字。既然你什么都已经知道，那就一起受死吧。
醒醒！师父，姑姑，皇娘，姑姑，师父。香囊，我爹从不离身。笨蛋，这是解酒的药囊，都过期多少年了？醒醒啊，婆娘！姑姑，师父，婆娘，你
杜姑如愿，未过五位将军，奉旨来接回了。 失信妄想，今夜独孤将军护送吕国使者入城，可千万别出乱子才好啊！能出什么乱子呀？大统领，大统领，今夜长安有本大人亲自值守，谁敢来捣乱？干什么呢？太多了！站住！还在守卫？ 青云台，但是还没有竣工。果然，会为正果。果然，国使在女国听说过青云台。塞雁南飞断渭水，残霞晚照青云台。可能，这诗文送赋总是传的比较快吧。 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妖怪，妖怪，快跑啊！快跑，妖怪！给我追！这大人，多谢了。小娘子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的脚崴了，大人，你可保护我一程吗？
臣独孤如愿，参见圣上。女国夏臣萨姆般若，参见圣上。圣上万岁万万岁！女使远道而来，将军护卫有功，平身。谢圣上。七年前，朕按预言所示，剿灭彭族。这七年来，我大魏风调雨顺，民生安康。 长安城秩序宁畅，调贯井然。女国国主可谓姑莫大焉。多谢圣上隆口御赞。女国国主善占卜吉凶，谶言灵通，能御国运。她新晋又为我大魏。 占得一句真言，寄于这国书之中。如今，这国书顺利送至，此乃我大魏之福。何时开启国书？须待朔日子时，东方苍龙七宿行至中天，预言方可呈现。好了，女使舟车劳顿，
先下去休息。刘国将军，存在。女史和国叔，朕都交由你保护，若有差池，朕唯你是问。领命。死者叶志坤，夫人一月前病故，独女侍从。真是祸不单行啊！叶志坤是祭台的那个监工叶督察。正是。这祭天大典在即，这不是给我们找麻烦吗？阿离啊，查的怎么样了？死因如何？颈部无痕，身上无伤，体内无子，排除自杀、他杀、毒杀的可能性。死于何时？从尸体的硬度初步推断，应该是今夜亥时。亥时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之前在新月坊出没的那个怪人也是死于亥时。是。看来果然是国叔降至长安南安啊。女国使团遭人劫杀一事，贼人身怀异术，数日将至，臣以为并非刘匪散勇，幕后必有毒使，欲行不利于我大魏之事。可又抓到活口？没有。圣上不必心急，只待国叔开启之日，必可招降祸乱之人，就像当年的同族一样。过往之事不必再提。祭完天，上苍自会回应朕的心意。轻点儿，班。哎呀，你轻点儿。哎，刘大人，您也来了。独孤将军，怎么在这儿？是我执意要来瞻慕，独孤将军就陪我一起来。原来国师对这青云台也有兴趣。早在女国的时候就听说，大魏的青云祭台高绝攀天，无论是功造还是气魄，都是名扬天下的。我既然来了长安，怎能失之交臂？大人有何事下？叶督造死了，所以狗男耗子不来看看近况。听说了吧？刚听说。不过大人放心，最后修缮了，祭天大典前青云台一定能完工。这老叶您素为人如何？只能说鞠躬尽瘁，他老人家实不应该这样收场。鞠躬尽瘁是吗？是。这青云台原本已经尽善尽美了，但是为了给圣上造出功盖千秋、空前绝后的祭台，叶大人数月前又大改了一幅图纸。虽说突然变得脾气暴躁、苛待部下，但他劳心劳力赶进度，一心为国事，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国师，请。将军带我来此，何事啊？只是想让国使知道，国叔在此，大可安心。国叔能在独孤府保管，自然是万无一失。将军，费心了。将军，这是何意？听说女国使团虔诚修行，素来不善武艺，没想到般若姑娘倒是对我大魏五元小九天身法颇有研究。我们远行千里，路途艰险，没有一技傍身，怎能防住某些小人？还想狡辩？若是记得没错，青云祭台督造叶志坤的续弦天房就是五元小九天一派师承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我不说，你奈我何？你若说的都是对的，你真的会伤害我。 叶千阳，叶志坤，正是家父。阿离啊，你看，手腕和脚踝红肿，皮肤溃烂。 小腿肌肉萎缩，血脉不畅，脊椎弯曲，他应该被囚禁过，求索逼仄狭小。这种蛇鳞并非自然生长，也不是病，这一点倒是很奇怪。能确认此人身份吗？他手指颀长细软，没干过重活，但掌心和指腹生茧。 可能是位守艺人。你俩速去工部调查一下近期是否有降噪人员失踪。是。数月前，我爹突然失踪了一夜，回来之后便性情大变，判若两人。但因那时青云台修造时日无多，所以我和二姨娘还以为他是怕不能按时完工，因此才焦躁。但他之后对我们变本加厉的冷，直到一个月前的一天。 我们忽觉长脚欲断，才发现被人下了毒。这不合常理吗？我当时的反应和你一样，但直到我看见他吃到饵，那冰冷的眼神，我才确定，那绝非我认识的那个父亲。所以我用尽全力逃出家中。 也不知跑了多久，便力竭晕了过去。直到我醒来，才知道是被女国使者所救。这是女国国书。 你带着他快逃！长安城交给皇上，长安城，女国使者三番辱，这是我一生的使命，你快走！是否有罪，相信圣上日后自有定夺。可家父身为青云台督责。 如今却被贼人假冒，孰轻孰重？相信将军自有决断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当日初入长安之时，那个蛇灵人在临死之时，交付给我的物件。此事。 果然蹊跷。孟虎之，在。从现在起，国书就交给你了。将军，这万一要有什么差池，可关系到你身家性命了。我信任你，才把命交给你。待会儿我和叶姑娘去看一下防疫塔。是。哎，我说。 你一个男人，这尸体还没开始腐烂呢，你就被熏成这样，能不能有点出息了？哎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你不知道我鼻子很灵呀。行吧，说说叶志坤的案子，有没有什么眉目？哎。
毫无头绪。听那些下人说，此人最近性情大变，脾气古怪。想来也是，祭天之日在即，若不能如期完工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哼，一位女子而已，皇上竟会为她大兴土木，真是你疯了，不想活了。放开，这是我的地盘，我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。你给我闭嘴吧你！独孤狼，别来无恙。你看看，是他们。看来国史大人对叶志坤的死也颇感兴趣啊。不是叶志坤。什么？那他是谁？我来跟你们讲讲前两天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仗。当时我跟将军去救鲁国使者，黑压压的一片，黑衣人准备刺杀鲁国使者，在最关键时刻，胡爷从马上飞身落下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唰，全放了啊！所以啊，谋术一定要看好，知道吗？是。去，出去。他奶奶的，又是你！往下跑，去。长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们这可是犯了欺君之罪。如果我不如实禀明圣上，你们锦陵市上上下下都会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：第一，立刻到圣上面前告发我们；第二，此事暂且压下，等将蛇灵人叶志坤一案查清之后，再请圣裁。让我做选择，很好，我现在就选择告发你们。哎，你别冲动啊！怎么？只许他执剑，不许我当回忠臣了？真当我们锦陵市吃皇粮不干人事啊？刘长风，现在我们四人全都是站在圣上那一边，但有时候忠君报国，不能鲁莽行事。哼，话都让你给说了，说不重要，做才重要。这是你锦陵市的地盘，你的做法关系到很多人的情绪。哎，算了。那个叶千阳啊，对对对对，你说说吧。五爷，您回来了，弟兄们可都担心死了。他奶奶，追了一宿，还是国叔可安好？一切正常。五爷走后，独孤府并未出现任何异动。五爷，这门谁都不能开啊！此国书关系到独孤将军身家性命，如果有什么闪失，我们都会掉脑袋。让开！五爷，您看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既然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死者的尸体我已经仔细的查验过，并没有发现易容的痕迹。叶姑娘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阿离虽然相貌平平，不过在长安城里精研易容之术，他认定没有人敢是第一啊。总而言之，看验房里那个人绝对不是我父亲。好了，不要争了，你们说那蛇鳞人
和假叶志坤都是死于亥时，这未免太巧合了吧？照你这么说，这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们二人某种邪术，把展张脸和展副身体都给调换了。荒唐！天下间怎会有这般邪术？邪术？我不确定。我只依稀记得，在几年前卷宗归档的时候，好像在某本古籍中看到有此类邪术的记载。将军，独孤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？国书丢了。老臣以为，独孤将军断不会监守此道，只不过是倾陷了奸猾之徒。不可能，胡植跟随我征战多年，一直忠心耿耿，他不是奸徒。他不是奸徒，难不成是你？圣上息怒。将军，约束部下不利，原是你的失职。若他日上了战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事事关我大魏国运，朕暂停你所有军务，朔日之前找回国书。刘长风，臣在。替您是倾力配合，若找不回国书，你俩提头来见。是。就这么一个门，人走出去的时候，你们看不见吗？将军，当时我们在前院巡逻，既是自己人，就没敢多问，所以你们就放他走了是吧？我们和胡言还打了个询问，他说今晚可能还有人滋事，就让我们在前院守着，绝不能擅离职守。陈峰，干什么？找事。怎么回事？这屋里有股味道，很熟悉。血腥味？不是血腥味，我好像也闻到了，似有似无的。一定有，我鼻子很灵的。不是。哎，你怎么不闻闻我啊？你身上死人味太重了。柳大人，多谢。柳大人，多谢了。小娘子，原来是扶桑春那些小花娘的味道。你怎么还去那种地方啊？这不重要。阿里啊，你继续查叶志坤跟蛇猎人的案子，暗毒库或许会有新的线索。独孤将军，换身衣服，本大人带你去扶桑春见见世面。没想到柳大人平日公务繁忙，爱好还用这个。你我都是一殿微臣，我这也是身不由己。你找做戏吗？柳大人。哎呦，这不是小娘子吗？独孤将军，这是什么风把你们俩都给吹来了？这我们哎，这不是女国国使吗？今晚我们这扶桑春啊，可真是春阳雨露俱全呢。我听说这域外的女子个个能歌善舞，既然都到了扶桑春，你可不能不露一手啊。按我估计，那我却之不恭。只是姐姐，不要笑我班门弄斧才好。走走走。现在有请女
国使者为大家献舞一曲。干什么呢？滚出去，滚出去！出去！卢普将军，末将在此等候多时了。速把国书交出来，我一定向圣上求情，保你不死。将军莫急，先与末将喝两杯。给我停手！
说，这国书都顺利找到了，你还臭着脸干什么呀？孟虎知他盗取国书，到了圣上那儿，那也是死路一条啊。他一定是被人陷害的。你怎么还信任他？别太难过。当我半生，最后终生如此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。即便他行杀逃走，原本我以为我们俩见了面，他一定会听我的，没想到心狠手辣。杀了！有些人会变，有些人不会。我相信孟君影，他不会背叛你。不重要了，人都已经不在了。人是不在了，可是声誉和名节还在。我们一定要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，还孟君爷一个清白。我查到了，双十冠同生共死。这是藤族失传已久的邪术，相传以当地独有的双头巨蟒为载体，对失术的二人进行身体兑换。这古卷中提到，被换脸者身上会长出蛇鳞，身体虚弱不堪；换脸者与被换脸者身形、外貌，甚至包括声音也一模一样。不过二人也将生死相连，同生共死。藤族秘术，这帮外衣不是早被丞相赶尽杀绝了？还敢出来作乱？阿离，你可有将勘验房中的蛇鳞人与假叶志坤的身形一一比对过？不是自杀，不是他杀，不是中毒，没有病史。此二人身形尺寸测量如何？二人间
同宽十一寸，臂同长二十寸，身同高五尺一寸。看来眼前这个蛇灵人便是真正的异术，应该没错。你看，我早就说他是。你爹不会没死吧？你放心，我独孤如愿答应你，定会将那些在背后兴风作浪的藤族与你就地正法。叶志坤一案事关祭天大典，如此看来，换脸的人不止叶志坤一人。独孤将军，朔日已至，你当速速前往皇宫面见圣上，递交国书，剩下的事情就由我来办。臣女为替家父洗雪沉冤，迫不得已。哼！叶姑娘一片孝心，其情可悯，请圣上开恩。叶千瑶，你虽假冒女国使者，但朕念你保护国书有功，功过相抵，暂且饶你一命。起来吧。谢圣上。谢圣上隆恩。若如你们所说，叶志坤和孟辅直是被邪术所害，是何邪术啊？藤族邪术。不可能，藤族在七年前已经被宇文大人带兵剿灭。将军是在追责丞相办事不力吗？锦林氏已经在扶桑春抓获一名俘虏，此时柳大人正在召谕刑讯，相信过不了多久一定会水落石出。我不想为难你，只要你说出藤族余孽的藏身之所，皇上宽仁，必会赏你一句全诗。宽仁，你们的圣上只因为区区一句预言，就将藤族赶尽杀绝，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宽仁吗？哎，我说你一窝国歌姬，怎么张口闭口全是藤族？藤族给你们什么好处了？你们怎么就……好了好了，你一边待着。阿离呀，房子与我可是老主顾了，他说话可不像你这般粗鲁。哎，你们藤族邪术害人，早点招了，彼此方便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本姑娘听不懂。那本大人就再跟你说清楚一些，这扇子里面的剧毒，想必姑娘比我更了解吧。你若再与我生分，我就好好死死。以你的姿色和才艺，到了鬼国依然是花魁。说。住手！你这些残兵游勇，绝不可能谋此大事，我必有诸事。你们听我说，你们其中任何一个肯弃暗投明，供出主使，便可向圣上求情。并非没有生还的希望。难道
道你们真的这么冥顽不灵，要白白的送上性命。白霓裳，巨长史兮射天狼，草鱼湖兮反轮将，原北斗兮卓桂江。天下，国师，此意何解？臣不敢说。圣上，朕言再明白不过，这是说东宫如愿有不臣之心呐。不错，看这国书所言，这独孤氏怕是要出地心啊。是，大胆独孤如愿，你狼子野心，幸亏刚才国师现场将你揭露。来人呐，将这逆臣拿下。圣上容禀。圣上，国叔虽有相助之用，但是事在人为，即便是预言，也未必是十拿九稳的，请圣上明鉴。国师对此预言有何见解啊？回圣上，女国国主自来未卜先知，从未错勘错断，以预言所示，即使独孤如愿现在没有二心，也难保他日后不会扭转乾坤。你这是诛心之论。如愿，你倒是说话呀，将军。圣上，奴家三代主力，错过篡权夺位之心，如若国叔所闻废墟，罪臣愿请圣裁。
以表忠心。将军，只夺独孤将军职位，将独孤如愿押入诏狱。真的会伤害我吗？再大点声，让他们把我们都抓了得了。这前一日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，转眼就成了阶下囚。就因为预言中的区区八个字，至于吗？帮人欺君罔上，给人洗冤昭雪，这倒把自己给洗进去。你去给独孤狼求求情啊。我也没说不去，毕竟这胡叔也代表了天意啊。我不信什么天意，你们也知道独孤狼的为人，他怎么可能犯上作乱？你我只是凡夫俗子，当知天命不可违的道理。没有事物，怎知不可动摇？你那是什么？这是我爹临死前留给我的遗物，就从我家开始查，我相信一定会有新的线索。还查什么查？祭天大典在即，家父身为青云台督造，却被藤族贼人换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真正的目的？要是万一……万一青云台他即使踏成了一片废墟，那也是公部的责任。跟我们锦陵市知道，你不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。我也知道，在你柳长风眼中，一直把独孤如愿当做朋友。婆婆妈妈，叶姑娘，我陪你去。哎呀，我也晒了一天的太阳了，也该活动活动身子骨了。别磨蹭了，走吧。你俩搜内奸。是。是。你们俩去那边。是。别胡思乱想了，死在里面那个人。
来，爹叫瑶瑶写名字。好。首先把笔握稳。你和你爹关系很亲近。嗯，很亲近。我恰恰相反，我从出生就没见过我爹，家中一飞显赫门庭，从小没什么亲。如果这次呀，你的独孤狼能化险为夷的话，整个长安城或许还有个人能拌拌嘴。只可惜啊，天命难违。这么扯下去，终究是竹篮打水。这是。爹的祭台进攻图，祭台有大问题。你的独孤狼有救了。别搜了，我们走。是是。禀明师姐，我柳长风怎么能让一个女人给我断后？你快走！这是我家，我自有逃生之策。你若有什么不测，我怎么向独孤如愿交代？那他若死了，你又向谁交代？现在他的性命，甚至大魏的国运都扛在你的身上，能不能拿出点做统领的决断来？你现在不走，我们谁都走不了。快走啊！走，但千万保重，务必脱身。不过，整个大魏只会认我吗？别着急，等一下，你就会和他们一样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
要找到这么俊俏的脸，还真得费点功夫。柳大人，柳大人，不能进去。柳长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想替独孤如愿求情就免了？臣冒死闯昭仪寝殿参见圣上，是为独孤将军带一句话。朕说什么？他想求圣上杀了他。跪下！准备准备，你的手艺该派上用场。我们来一个奇人之道，还这奇人之身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自有去处。圣上，吉时已到。为天惠民，奉天辟壤，天有险道，绝类为章，辅度四方，万国和荣，奠基华夏，百足盛兴，建此京城，福为上享。不是你，跪下！否则我就杀了你狗皇帝！跪下！快！进去！
这是哪儿？元宝具，你为了给一个病妇祈福去病，不惜大兴土木，穷年累月地修造着青云台，你可曾想到有朝一日你会深陷于此？到底是谁？我乃玄龙子，藤族大祭司。不可能，藤族早已被我剿灭。我只不过借了你大魏国师的一张脸，不过这张脸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作用，我马上会有一张更好。放开，放开！你作为一国之君，既无经纬天下之才智，又无谋断乾坤之担当，却轻信一个域外小邦拨弄是非的妄语，灭我藤族！像你这样暴力无知，不，还是国之大贼！妖术害人，篡夺帝位后，不知有多少人要死于朝纲颠倒。这都归于伎俩，就不得为天下了。光图霸业是血海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自来如此。待我入主未央宫之后，必将励精图治，保国安民，让大魏免于兵祸，岂不是强你百倍？阿离姑娘的易容术冠绝长安，虽只有两个时辰不到，但套你个三言两语也是绰绰有余。独孤如愿，你竟然没死！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来杀了你！地方这么难找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怎么了，独孤狼？这才几日不见，就那么生分了？没想到你也被邪术所害。
叶千影，你还不还手？双蛇换脸，同生共死。独孤狼，你舍得杀我？这里老皇帝，我要让你建立的丰功伟业随着这青云台一同看大。什么？我要阻止你，就凭你？没有人能阻止我。我死，没事，没事。
臣有一事荣禀。哀卿请说。传闻西北边塞仍有逆党，臣愿请旨深入查剿。边塞燎原蛊惑，逆患风流星子，此去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了。臣披肝沥胆，愿为圣上决此于患。好，哀卿忠君挺国，即有此豪情宏愿，朕准了。谢圣上。起来吧，独孤如愿。臣在。独孤天下，原来意思是得独孤者得天下，是朕错怪你。你身陷囹圄，依旧忠义无双，值得托付笃信，朕便赐你一个信字，从今往后你就叫独孤信。臣独孤信叩谢圣上恩赐。吾皇万岁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恭喜将军喜得千金。我来我来。将军给大小姐起个名字吧。般若，就叫她独孤般若。天下安宁，又怎是所谓灭异族所不成？天下安宁，需成天心，崇仁义，省刑罚，通关灵，敬贤如大宾，爱民如赤子，得民心，方得天下。